您还在使用这种拖把吗？长期不用这种脏水，不但会伤您的玉手，手还会变粗长茧呢。只要有了全新的第三代宝丽金全自动拖把组合就可以解决。宝丽金使用压下式开关，全自动脱水系统，自动脱水，脱干后自动断电停止，做成像洗衣机全自动处理。这种拖把容易刮伤地板又扭不干，用夹的除了夹不干还很危险呢。不但地没拖干，也很容易滑倒，所以说地没拖干是很恐怖的哟。不拖没扭干，还会散发出一股霉味，也是细菌尘螨滋生的温床。宝丽金全自动脱水系统配合每分钟高达1000转的高速脱水马达，可迅速将水分甩干，甩干后系统自动断电停止，脱完之后布头就是这么干。宝丽金除了有全自动脱水系统，超细纤维的棉条吸水力超强，让我们来看一段它的吸水实验。拖把头采用纯手工制造，先绑成一捆再固定于托盘上，不是一般机械化生产可比的，寿命特别长，而且吸水超强，这算小儿科。来看更震撼的实验，将果汁倒在地毯上，将地毯拿起来，果汁已渗透过来了。好，现在从上面吸，这需要测试细致棉条吸水能力以及高速马达脱水效力。好了，将地毯拿开，用面纸测试，保证一面吸两面干。请仔细看，是不是干巴巴的呢？这就是强力吸水超细纤维棉条及高速脱水马达的效果。你还可以在桶内加蜡，可拖地兼打蜡，加漂白剂更可清洁兼杀菌。宝丽金全自动拖把的三段式拖把杆，让你伸缩自如。三节的拖把杆伸缩自如，接点采用内砍式螺纹设计，使接点更稳固、更安全、更耐用。宝丽金拖把杆适合各种脚踩拖把、脱水篮，所以一台好的宝丽金胜过他牌十几台。配合360度旋转的拖把头，清理天花板时再也不会灰尘满天飞。无论厨房地砖或浴室常年污垢的玻璃，洗手间的地砖、马桶也都没问题。纱门纱窗，你看一面擦两面干净，很神奇是不是？超低贴地4公分设计，低窄缝隙伸缩自如，不管桌底床底都可轻松清理。360度旋转，无论桌角、椅角、墙角、拐弯抹角，通通没死角。打扫的时候不必再搬东移西，累死自己，很人性化是不是？清洗简单，只要放入水桶上下抽动，再放入脱水槽压架脱水篮。系统就像洗衣全自动一样的处理，使用4个大容量蓄电池，充一次电可脱水约50到80次，脱120平方公尺的地方约3到10天。有人会问，用电脱水或小朋友玩会不会有危险呢？注意看哦，用水浇都没问题，就像手机用蓄电池不会有触电的危险一样。有没有损坏呢？使用看看。嘿嘿，一样压下脱水盘就启动脱水，脱干后自动断电停止，完好如初，放心啦。还有2道预防小朋友触动的安全防护：1断电安全开关，2重压开关，等于2道保护，安全绝对没问题。拖把头拆装容易，只要脚踩一拉就起来，轻轻踩2下就 OK， 随手一放，站立不倒。做一个更大胆的实验，手把它放开，看到没？叫它立正，它就是不敢卧倒。第三代宝丽金全自动拖把，除了有纯手工制造不含，还有细致毛刷、地板刷。细致毛刷采用超细软纤维，使用时只会带走玻璃表面灰尘脏污，不会伤害光滑表面。所以说，好的商品需要您的鉴定。约可清洁家电、古董、昂贵物品或家具、门窗，尤其清洗车辆更是最佳利器。除了清洁表面灰尘细沙粒，绝对不会刮伤车辆表面上的烤漆。清洗后再更换强力吸水布盘擦干，自己洗车除了小 case， 又可省钱兼运动，一举数得。地板刷是针对顽强地板污垢清洁所研发，任何地板顽强污垢，保证2-3下清洁溜溜。尤其门窗凹槽、坑坑洞洞，这种根本拖不到，这时可先用地板刷。再换棉布盘拖，刷头拆装容易，可用手拉，用脚踩也可以，压下就装好，搭配使用效果特别好。所以说清洁免专家，自己来一样轻松免费力，而且只要放入水桶上下抽动，再放入脱水槽就可以全自动处理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必碰冷水，清洁打扫就是这么容易，绝对免专家。细致毛刷、地板刷是另外购买的配备，来听听使用过拖把的人怎么说。以前那种脚踩拖把虽然好用，可是因为我有关节炎，每次拖完地这只脚都好痛。后来我女儿送我宝丽金全自动拖把，她
真是太神奇了，压下就会转，脱杆就自动断电停止，不必用脚踩，真的一点都不费力。送礼要送到心坎里，实用又体贴。我要告诉全天下的男人，这台宝丽金全自动拖把真的很好用，因为我太太怀孕后，拖地是我下班回家后的工作。以前拖地真的很辛苦，现在用这个宝丽金全自动拖把，拖地比运动还轻松。还有这个细致毛刷，细致除了不会伤到外表烤漆，表面也不会产生细纹，洗过之后和新的一样。分摊家事是每个人的责任。本来以为用电会很不方便，没电就不能用，事实不是这样。因为我没有每天拖地，所以充一次电就可以用很久。还有地板刷也很实用，像有些地方污垢很难清洗，这个地板刷真的很好刷。当然选择适合工具，清洁打扫免费力。脚踩拖把真的很好用，但是寿命很短。因为好用，我换了多种品牌，但还是一样用不久。这两年光买脚踩拖把的费用就超过10000元。最气人的地方是拖把头还无法共用，还好有宝丽金全自动拖把体贴的设计，每种拖把头都可以共用，真的很棒。一般厂商会顾自己的利益，不会考虑消费者的权利。宝丽金除了寿命长，也兼顾消费者的权利。脱水篮适合各种品牌的拖把头，钱一定要花在刀口上。一台宝丽金全自动拖把绝对胜过他牌十几台。脚踩拖把主要力道无法控制，加上材质的关系，寿命约1到6个月。宝丽金全自动拖把最神奇的地方是我用了超过1年还是这么好用。我之前不敢买脚踩的拖把送给妈妈，因为怕她的退化性关节炎越来越严重。现在有了宝丽金，我妈妈把拖地当成在家运动，选择宝丽金全自动拖把真是物超所值。宝丽金全自动拖把保证好用，寿命长，买拖把选宝丽金是最佳选择。所以说好的商品需要您的鉴定。荣获多国多项专利的全新第三代宝丽金全自动拖把组合，内有一个强力脱水马达，4个大容量蓄电池，一组全自动控制脱水 IC 系统，一组断电安全 IC 开关，一个重压 IC 启动安全开关，一个保护电池 IC 自动断电变压器，一组强化拖把柄，还有纯手工制造的托盘。另外购买的配件包有细致毛刷、地板刷，光是这些组合就超过100块美金啦。所以一台好的宝丽金胜过他牌十几台，保证要让你冬天不必碰冷水，平常不必碰脏水。第三代宝丽金全自动拖把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拿起电话马上就可拥有哦。